好，即将出场的这一位是我们最后一位参赛者，编号5的蓝静恒。他是非常平稳而又有张力的一位歌手。参加黄金年华刀歌金曲是受了姐姐的影响，还有弟弟的鼓励，还有朋友们的推荐。他们说如果想要做的事就要马上去做，不要再等了。平时我们姐弟聚在一起，总是在歌声中度过，不是唱卡拉 OK 就是在家中弹弹唱唱。我弟弟的歌声不错，加上有良师指点，他的歌艺进步神速。这一次的比赛有很多细节要注意，我们都有很多挑战，例如有快歌、有慢歌，还有不同时代的歌曲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还得要照顾到我们的造型、我们的服装。我一直都有网购的习惯，而这次我这个习惯帮了我很多，因为在造型方面我就可以找到便宜而且很适合我的身形的衣服。我很感恩我这次能够进入大学赛，成功固然好，可是如果失败的话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。学无止境，越唱越有劲的千方百计对编号5蓝静恒要告诉大家，爱是永恒。点亮心里，永远不灰心，燃烧着真心情意，诺言已无比。这一生只要有你，什么都愿意。有欢喜，有哭泣，一切变成甜蜜。黑夜和晨曦，狂风和四季，我想温暖的要你，永远抱紧你。我的心从未曾犹豫，最真的全部献给你。我和你相守相依，真爱真实不易，穿过悲和喜，跨过天和地。我和你永不分离，千千万万世纪，无边无际。爱是永恒，因为爱是你。生命会停息，岁月会交替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什么都不放弃。我的爱不灭的勇气，真的爱只愿伴着你。我和你相守相依，真爱真实不易，穿过悲和喜，跨过天和地。我和你永不分离，千千万万世纪，无边无际。爱是永恒，因为爱是你。今天呢，选唱的这一首张学友又是非常非常难唱的歌曲哦，胆子好大。因为在这里大家都是高手，每一个都进步得很快很快。像蓝静恒讲，每一次他的选歌我都看到，都是难度很高的歌曲，他都勇于接受挑战。
那这次大决赛是不是一样会成功呢？我们要听听蒋平才知道。俊恒，在这个节奏感方面也好，在你表达出来的声音也好，都其实都是很到位的。你的状况不是180%，可是在我心目中，你已经做到了180%了。谢谢。Okay?我觉得你是一位用生命在唱歌的参赛者，所以你也很自然的会感动所有的观众。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从我第一次看你一直到今天这个大决赛你们进入了以后，我觉得你越来越帅耶。谢谢。俊恒，你的音色真的很好，你每次唱歌都有感动到我的。谢谢。其实郑学友的歌是很有爆发的，所以我最欣赏的就是你最后一句那个转音。It's all because of you. 非常的漂亮，简直就是收放自如，爽爽。还有，谢谢，因为是方中画的学生。出神入化。谢谢老师，加油加油。那这个我们五位参赛者呢都已经为大家演唱够了，在稍后呢我们就会为大家公布成绩。广告回来之后，我们还有特别嘉宾要为大家演唱哦，不要走开了。